Another lazy afternoon. The clouds covered in gray. Third coffee of the day. Almost fell asleep on Zoom. I yawn at the display. Third meeting of the day. But I can hear raindrops step dancing on the roof. It's like they're calling out, don't lose your youth. Cause I can stay inside and tap away inside. Oh, make today just a little less mundane. Oh, I can stay inside and tap away inside. Seven 吗？其实 Seven 还蛮近的，走路大概一分钟就到了。所以如果想省钱的话，你们就可以去 Seven 买。很可爱，他们的韩馆的计程车蓝色的，一样会有消毒的，自动消毒，有体温测量计，自动的，这样。check in 的话，有特别排个 一列这样。如果你已经 check in 完了，你就可以走旁边进来。这边还有附迎宾饮料，看你想要咖啡还是茶，有乌龙茶 tea 跟 orange juice， orange juice 喝看看好了，还有 hot coffee， 意呢。消毒的折成这种莲花状也很可爱，然后他们这边的话一定要用房卡才可以按。 Hello， 大家早安，我今天呢是来住韩馆的饭店，所以我想说来拍一个简单的开箱影片给你们看。这次的入住费用呢是8000块钱，已经有折抵掉 Domin Wali 的价格是8000块，所以他另外会再付一个人2000块钱的这个道明的 coupon， 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吧，一个人2000块钱。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住这个房间两个人，然后加上早餐没有晚餐，这样一个人总共是6000块钱，对，没有错。那我们来房间开箱吧， go go。那一开始进来呢会有门，我们先开这个门看看，应该是厕所啦，通常都是厕所，没错，是厕所。它的设计还蛮棒的，我其实还蛮喜欢这种黑色石头的设计。它一样是那种自动的冲马桶的免治马桶，没有错，这样子。然后会有个全身镜，哎，这个全身镜很棒哎，你们看我今天穿裙子，就是之前买的那个，这一件900日元二手的，我觉得还可以，还不错。这边这个镜子打开是厕所，然后这个打开是衣柜，这样它是两面式。它的衣服浴衣有很多 size， 然后还有洗澡包，你可以带去浴场洗澡用的。拖鞋它有分室内的馆内拖鞋跟这种免洗的，对气球雅莎系的这种除臭喷雾，烫衣服的很难得耶，我这次很难得看到就是房间有附烫衣服的，一般都没有附，这样所以它有附我觉得还不错。是头吸把的，对，这个是我挂的毛巾，因为我刚刚已经先去浴场洗过澡了，所以一般是不会挂这个的。浴室，干干净净，它这种白色的设计真的很棒哎，很喜欢。然后毛巾统一都是灰色的。洗手台，哦，这个就是房间备品，对，就是房间会附的那种备品。
跟这个是 Panasonic 的吹风机。我刚刚去看他们的浴场，他们吹风机光吹风机就有三种种类，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这边结束，接下来就是卧室啦。锵锵，我觉得这个卧室其实还蛮宽敞的，我还蛮喜欢的。他们的枕头呢，是如果你没有很习惯的话，你可以去跟他们拿枕头，他们有可以选的，我等会带你们过去看。电视也是比我想象中大很多，这个电视超大的，跟那个床的比例来说，这个电视真的挺大的，还不错。抽屉吗？哦，有抽屉。金库，哦吼，哇，好重。我们今天晚上要跟朋友去伊扎卡亚，已经好久没有去伊扎卡亚了，所以我其实还蛮期待能去伊扎卡亚吃的，所以今天特别订了没有晚餐的房型。这样边有一个小吧，大家应该都认识这个牌吧，我之前把我的咖啡机卖掉也是这个牌的。热水壶，这个热水壶最近很流行这个颜色，玫瑰金，他竟然买这个颜色，很棒耶，有格调。我也喜欢这个颜色，只是跟我们家搭不起来，所以我都不会买。里面有冰箱，让冰箱里面的东西放满满，把这个水也拿进去放。他附的两瓶水，他一样有附茶包、茶包、咖啡包、奶精、砂糖都有。然后堆满了我们行李的沙发跟一张椅子跟床，这就是整个房间啦。来开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哦，杯子，哇，它有装冰块的，哦，很棒哎，而且是玻璃的，虽然玻璃不保温啊，但是感觉好像还不错。我这次是特别订一下面函馆山的，这边这个是函馆山，它有分函馆山景跟街景这样。函馆面向函馆山的好像比较有名，比较推荐啊，听说因为好像函馆山的比较贵，所以我面向函馆山我还蛮开心的。直接变暗，当场变暗，就暗掉了。这又是另外一个就见光死的人，就还蛮适合这种灯光的。我们来认真研究一下他们有什么馆内设施，因为我还没有看，我只知道他刚刚特别有跟我说他们这边是有另外附枕头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样研究一下。他们有换枕头的数量限定，免费的。然后他们的秋秋裤安奈好可爱哦，是手绘的耶，感觉还不错。哎，好可爱哦，他们的安奈很可爱。我们后面也可以画这种可爱风的就好了。我们来去楼下探险一下，走吧走吧。带上我们的房卡，耶！女生是红色，男生是蓝色的，因为会进大浴场这样。我们今天是住在六楼，我觉得他们这个蓝色的设计还不错。发现饮料吧，进去看一下。锵锵锵！哦，有制冰机啦，难怪还会给那个，有制冰机很棒哎。比基尼斯萨斯卡比基尼斯 hotel。嗯，好大一颗冰块。自动贩卖机价钱当然都比外面贵啦，所以大家可以从外面买回来会比较好。现在电梯都会贴这种脚印，要按着脚印站，要这样。浴汤，男汤。哇，这个位置真的超棒，你们看この席金，这个座位真的是也太离拉克斯了。这个长沙发就很适合女孩们小酌一杯，一起坐在上面谈心事。这个看出去就跟大浴场看出去的景色是一模一样。正对面是轻生仓库，我现在才发现，我就想说那个仓库好像来看过，好像没有再来看过。这边这个是轻生仓库，明天走过去看看好了的。这个沙发超舒服的。看起来臭，我一起讲。
它这边的天然温泉呢是在14楼，你可以徒步走上去15楼泡露天温泉。温泉的泉质呢是岩化雾墙岩泉，所以是有点咸咸的那一种温泉。如果有伤口的话，泡进去可能会有点刺刺痛痛的。那它的温泉是面向函馆山，然后海风还蛮强的，如果就是容易感冒或容易头疼的，大家要小心注意。泡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还要跟大家特别提的，就是他们的吹风机有提供3种，特别是 Riva 吹风机、Panasonic 跟 Dyson， 真的会很想让女生以自己3次头体验一下这个吹风机不同的优点。这间的饭店熏香超级多种的，有苏亚、薄荷啊、柑橘类等等都有提供。如果想要做心智小女孩的话呢，一定要来这边慢慢挑选一下自己喜欢的香味哦。它这个是只要你拿着然后闻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有选到喜欢的呢，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个福达。刚刚试了这么多，我觉得这个最舒服，这个我喜欢这个味道。然后他们还可以借马芙拉在这边。我喜欢这个，要拿枕头套，拿一个，一边吃。ご就寝の際に枕元の方に開いていただいて、はい、下の方を開けていただきますと香りの方を漂いますので、はい、チェックアウトの際ですね、フロントの方にご返却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好可爱哦，它会帮你滴你喜欢的精油，然后你可以放在床的旁边，或者是放在马胡拉的旁边。这个留在房间里面就可以，但这个要还给弗隆多这样。我觉得那个味道很好闻耶，我说不定会想要买一个带回家。这个服务是免费的，所以你是可以免费来跟他就是拿那个可以让你帮助你入睡的熏香或者是枕头，那数量有限，就是越早来越容易抢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借完就没有咯。卖店还蛮可爱的，他们有卖自己的睡衣耶，好可爱哦。这边还有熏香的 set， 4000块钱，就是跟他房间提供的那个一模一样，这样感觉好像还不错吼，就是脑波弱就会想要买。这边还有卖不使用农药的北海道米跟北海道的野菜，还有昆布。这边的欧米亚给其实还蛮寂寞多的。無線連絡、選手が浸水した。ヒューイト。あ、ヒューイ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夜の朝一だ、すごい。おー、ラビー。元々は駅前の方のビルに、ビルっていうか、こっちに入ったので、引っ越してこっちに。おー。好难得要出来外面吃饭哦，好兴奋，好开心哦！外面吃饭都很贵哦，我已经下定决心，今天一餐应该会超过10000块。他们说要来伊扎卡亚，
イカ太郎というの本店ですよ。本店でございます。はい、そして30分前で90分でラストオーダーでございます。お客様税抜きで1680円、税込み1984円でのご提供です。一杯目のご注文お願いします。ハイボール。认真研究的小刚先生。お疲れ様です。客は甘い日本人なのに食うっていう。なんか俺ら作ったやつになんかちょっと濃く感じたし。岩のり豆腐、これがね、ここのお店ではおすすめ。唐揚げ全体的に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全体的にはきつめかな。でも、まあ、その分美味しいのは保証する。食べるならちょっとね、ちゃんと下がっちゃう。これの薄地粉という感じの。美味しい、これは美味しい。私も一個頼むかな。これは美味しいやつだ。私はそう、岩のり豆腐がちょうど目の前に。おー、これがうまいんだよ。マクロゲッケも美味しい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量が少ないから。うん、気になんねえでしょ。あ、大丈夫だ。もうこれはね、美味しいよ。私は好きだった。おー、これでいいんじゃない。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あったかいから崩れやすいから気をつけた。おいしい。おお、からけからけ。気のせいかな。俺はおにぎり。おにぎりついてるね。鮭。よかった。かぶってなかった。わあ、美味しそう。やばい。わあ、すごい。豆腐は見えないんだけど。でも美味しいよこれ。おい。豆腐。あ、豆腐あった。わあ、美味しそう。这一个盐的海苔加豆腐超级无敌好吃的，当地人推荐哦。嗨。这边我们早餐是定7点，然后他在 check in 的时候有跟我们说，如果是定7点的话，有可能会需要等30分钟，然后如果是定10点的话，有可能会等到1个小时。我一开始想说他应该只是保险起见给我们就是说一下而已，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真的入场的时候已经7点30分了。所以他们这边的早餐其实还蛮多人想吃的，然后会有一点挤，不喜欢人多的话就比较不推荐这一间饭店，因为等待时间真的有一点长。如果你赶时间不想要吃早餐的话，你跟服务人员说，他也是会退给你1000到2000的礼券，让你去土产店用。而且他这边等待区域到处都是电视，我进去里面的时候也发现里面的电视墙也镶了一台电视，真的是看到那个电视他瞬间哈哈大笑。
可能去吧，死多了。这台好贵的，好听，你这也太神说了。Will stand out, hearts skip and a beat. 1, 2, 4, and 3. Then
缺可好了，耶！东西爆多。虽然今天结束的有一点点仓促，反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个开箱影片哦。我觉得这间饭店的早餐真的还不错，然后服务也还不错，这样子。拜拜。Yakitori Bento， 你们看这个薯条三兄弟的薯条，哎，好大，很凶哦。You are like、a garden, 这个是炭之狼吧？人一定是个高手。Braving through the drought and cold, it all happens with the reason. 'Cause one day your buds turn to blossoms and they all say, Wow, look at her now. Can't even walk outside without the sweetness of her scent around. Can't stop her now. Planted her roots deep in the ground, like magnolias in the spring. I open up my petals to the sky, soaking in the water.